编制是什么？编制，一指把细长的东西交叉组织起来制成器物。二指根据资料做出规程、方案、计划等。三指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。财政拨款的编制数额由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制定，财政部门据此拨款，常分为行政编制、事业编制、工勤编制、员额编制以及国企编制。一般的事业单位人员大体分为在编和非在编人员。在编人员指取得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的人员，编制手续人员；非在编人员就是无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手续的人员。编制具有计划性，是行政管理资源。编制管理也是一种资源配置行为。